哎呀，我好累啊，我们去足浴店吧。白逸轩，我警告你，你看错人了哈。我请客。刚好我有点累了，走吧。这地方怎么跟我以前去的不一样啊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白白，嗯，要不我们换一下吧？我感觉这好贵啊。行，来都来了，嗯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我们的，我们一个房间啊。听不到，走吧。哎，白白，要不我们还是撤吧，这上面连价格都没有，等会儿被宰了怎么办？三个酸辣凤爪，两个两只甘露公司蛋糕啊，谢谢。哎，你怎么点这么多呀？自己点啊。哎，再来五个蛋挞。Later。我去，还挺舒服的。但是你的位置我准备了2个小时。我靠，白逸轩不是吧你？行，我去外面等你。哎，你可以先来我这儿坐会儿。哎，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